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与你同工，诗篇127篇1节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无论是建造房屋、看守城池，甚至生活作息，都在乎耶和华神，他是万福的源头。人生若没有神，我们所有的成就就毫无益处。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让神来做建造的工作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你是我们的倚靠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者。你是良善的君王，你愿意我们进前来寻求倚靠你，你愿意成为我们坚固的盾牌，带领我们打美好的仗，保守看顾我们到底。主啊，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人生的福气不是自己的功劳，而是你的赏赐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功，仅凭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，唯有靠耶和华的同在，才能赢得美好结局。是的，主，若不是出于你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。求你帮助我，凡事都来寻求你的旨意。无论生活、工作，还是与人之间的关系，都求你来带领我，赐给我悟性与聪明，让我的所作所为都与你同工，行在你的心意里。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，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枉然警醒。我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所得的饭。我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所得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枉然警醒。我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所得的饭。我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所得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枉然劳力。
所得。